怎么会是我？爽！竟然真的选上了这样子。在海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会上，没也没有啦，就是要谦虚一点，要谦虚一点。沙新郎崛起，近千人中仅选出30位精英登上狼沙殿堂厮杀，首次上战场就要面临淘汰9位的高压激烈赛。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选手们的赛前心情。超紧张的，现在很紧张，快发抖的感觉。很紧张，也很兴奋呐、啊。对对对，因为又可以回到这个战场上，对，想要弥补之前的过错。有一点呢，因为我知道这边的那个游戏素质很高，所以很怕自己会表现不好。就是其实越紧张，好像越容易就是表现不好，所以我就想让自己放松一点这样子。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找到3个队友了，所以好很多。我超紧张的，因为我昨天洗澡的时候在想要怎么当预言家，因为我以前真的太爱跳预言家，然后前几天有跟朋友玩了一下，然后发现跟以前感觉不太一样，然后想到有点反胃想吐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想一想就不饿，真的，你好夸张哦，真的就是超紧张，然后没有睡。年轻的狼杀大神陈林九分享缓解的秘诀是，就补一点酒喽。什么？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我说就是因为像我第四来也是很紧张啊，应该大家都是吧？对啊，对啊，没有，我觉得就是当然就像小爱讲，就是我们放松自己那个的心情，然后好好的像平常一样这样玩出来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而每位参赛者都有心目中心仪的队长人选，3位战队队长黄伟晋、赖衍居、豆豆，究竟谁的人气最高呢？就是豆豆战队，豆豆人很好又很漂亮。豆豆吧，昨天我朋友问我，我就选豆豆。我觉得豆豆的战队。哦，我其实最想加入的是豆豆的战队。然后我其实之前会去豆豆的房间，有时候会跟他玩，或者是去豆豆的房间，网路上的啊，讲清楚、豆豆的粉丝，对不起，对，会看他玩游戏，然后他真的很强，他真的非常厉害，所以我私心会最想加入豆豆的战队。那你等一下会跟他说，只是说我有特别去你的房间。我不会，因为我可能被告。对对对，像豆豆他要女子军团，我也可以当做女子军团，把他当我当女生看掉。是假的，哪一个？谁啊？心理女是不是？那你自己玩就好啦。没有，我现在其实我有点动摇，因为我看到今天很多男生其实颜值很高，对，有一点想跟小赖竞争。你去你那边啦！下课你要骂脏话？没有啦，没有。就是我有点可能会动摇，想说要不要选这个男生，因为我的宗旨是组成女团嘛。对，但是因为今天男生的颜值有吓到我，哎。是说很多选手冲着颜值二字加盟小赖队的意愿很高呢。我想加入小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长得好看。小赖说只选帅哥啊。对，这样我们就被他肯定了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因为他本身信赖嘛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。好了吧？不是，这不是狼人杀的选手比赛吗？对啊，我们是在讨论狼人杀。小赖甚至连某些选手的身家都已经调查。喂，等一下。没有。有啦，有几个第一排我是蛮想选的，我先暗示一下第一排的。那你呢，伟晋？我真的没有哎，我就是他其实有一直物色好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因为我喜欢那种强妹，女生。可是那只是在休息室。对，开玩笑的啦，对。当然，想进战队没那么简单，千万不能踩到队长的大忌啊。就是不讨喜啊，就讲话很嚣张这一种就可能不行。是，没有，我觉得嚣张可是很好笑，那 OK。但有些嚣张是可能我们刚才在讲什么白痴是不是啊？哦，你到底玩什么？到底要不要玩呐？好，再把我逼掉，再把我逼掉。没有，因为其实有一些情绪玩家可能觉得自己很好笑，但是我们可能看的会替他捏把冷汗，就这种我们就会比较怕。
究竟队长和选手们会不会都如愿以偿呢？大家就静待节目的播出吧。最后，对于对手们的战况分析，肯定少不了的吧？这些选手们有些是老朋友，有些是海选时认识的，有些又曾网杀过。聊到彼此的战斗力如何，来看看他们怎么说。他是每一场哦都跳预言家，我在他觉得说我是狼，不管我是不是。是不是很欠揍啊？先踩，不小心同场。对啊，不会不会不会。他如果跳预言家，你会秒抓他。我不会，我就说大家就是听听就好。就是面纱要打得比较谨慎。嗯嗯。我蛮想跟蔡正试试看。蔡正，对，因为上路我是一下常玩，但是蔡正我是真的没有遇过，所以我想要尝试一下他到底有多厉害，他的表情有多丰富。上路兄弟谁比较强？各我觉得我们不太一样啊，他打比较冲，但我是用勾的，我比较多，我比较喜欢打勾，然后他打冲锋，逻辑算差不多，差不多啦，对，逻辑。然后我们在一起如果拿狼的话，就是战术会更多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们一起当狼的话，应该蛮厉害的。比较有默契，比较有默契的，比较默契。战斗力非常的高，他真的很高，很可怕。所以我刚刚看到他，我就说，我就先跟他说，希望我们不要同一场，就是希望对，就是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不会，如果我拿预言家，我首验一定不会验他，我给他游戏空间，因为我们认识嘛，面杀过，感谢，相见就是缘分，所以我不会查他，对对对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留情面吧，因为我们私底下也会约面纱。哦，你们是海选认识之后又有约面纱？对对对，然后他们私底下都是大放异彩。大放很厉害哦。先把他们捧高一点，因为等一下会查他们。然后我们就进入盲视野。大家有盘错。对，我跟你说最厉害的在这。他真的很强，他超强。他是站边王，他如果站错边，大家笑他。那你们会希望今天上战场？希望是不要啦，就是见面三分情啦，而且就是我们有私底下玩过面纱啦，所以大概知道状况这样子。但其实我还蛮想跟他同场的，因为至少说可以打点任何的操作。对，我觉得打点操作在整个游戏整体上是会比较好玩的，比起逻辑性跟表水，因为其实我认为说大家都比较算是蛮会表水的，所以你其实带点有些操作，我觉得可能比较有趣一点。对，对彼此了若指掌，究竟能不能在赛场上成为制胜的关键点之一呢？这么激烈的赛事，大家千万要跟我们一起锁定《敖狼人杀新狼崛起》啊！全部里面只有一个外国人。我今天有准备一个段子，抽的牌的位置也很重要。我自己的 slogan， 好，我只想要就是不要扯队友的后腿就好了，我只希望顺顺的过就可以了。把你的笼子开放报道。